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白玉兰的烧麦，这个是枣夹，好大一个。这边的是一个欧包，叫酒酿芒果，它里面有芒果粒。这个不是白玉兰的，这个是美拍上的一个小仙女给我寄的。之前有看到她在美拍上吃嘛，觉得挺好吃的。然后她居然给我寄了，她人在国外呢，她找了是国内的代购帮我买的，还买了巧克力的，但是巧克力的被我吃掉了。在吃之前的话，先把上一个视频中奖的宝宝的楼层说一下。我抽了一共五个，40楼、142楼、320楼，然后641楼和520楼，都在这儿。我看了一下，就是楼层真的好多啊，然后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抽，就是点兵点将点兵点将这样抽的。再看一下，就是看到中奖楼层的宝宝，就是中奖楼层的宝宝，看到以后麻烦把你们的地址私信给我，然后你们喜欢什么。不过江浙沪以外的话，统一就蛋黄酥了。到时候你们把地址私信给我一下吧。其实我每一个都想抽，但是真的太多了，毕竟奖品只有五个，所以大家就是没有抽到的不要难过，因为还会有的。可能我下一个视频就可能会有抽奖了，真的。行，那我先开始吃了白玉兰的烧麦。我感觉白玉兰的烧麦真的是越做越小，越做越小。枣夹，就是枣夹，我很少吃的，我吃的最多的就是烧麦。它外面是红枣腌蜜枣，然后里面是豆，红豆，这里面是红豆，里面是有馅的。红豆。其实它这个外面馒头，不是，它外面这个口感就跟馒头一样的，其实也不过里面加了那个红枣，然后那个颗粒的红豆。
里面红豆很多的。我们要摆拍，我感觉就是这个枣夹，就是馒头里面夹了那个红豆和那个红枣，就是可以自己做的。那个馒头就是东北的或者山东那种大馒头那种口感。我还是喜欢吃烧麦面包。它里面有，它里面有那种芒果皮的，颗粒的。像这个面包体不干，但是也不是很软，有嚼劲。有一股那种，但这个是有一股酸酸，就是这个奶酪有一股酸酸的味道，但整体吃的还是有一点点的酒香。应该说是酒，他说是酒酿芒果。里面还有点葡萄干，
可以放多少？就我都着了，他这个外面真的好有条理。吃好了，感觉肚子都在发胀。都是面，然后喝了水，都在发胀。今天就吃到这里吧。然后微博的话，我会在就是，微博的话中奖我会微博上通知的。到时候会直接艾特中奖的宝宝。B 站的话就这些了。到时候看到的宝宝。麻烦你们把私信把地址告诉我一下。没有抽到的宝宝，放心吧，还会有机会的。好了，那今天就到这里。祝大家都有一个好胃口，吃嘛嘛香，拜拜。